终于到我闺女家了，来啊来啊！啊，月月，你在家呢？啊，是啊，妈，你来有事吗？我想你了，还想孩子了，来看看你们。啊，妈，来先进来吧。 妈，来坐下歇歇。你看这大老远的，你这过来也挺冷的吧？还行，不算冷。妈，你看这段时间天挺冷的，这宝宝也小，我也没带他去看你，我想着等过段时间天暖和了再去看你呢，没想到今天你就过来了。哎，是是是，这孩子呢？孩子呀，刚睡着。哎，睡着了好。月月，你最近过得好吗？ 我挺好的，妈，你呢？你好不好？妈，我看你这怎么心事重重的，是不是有事呀？哎，我这次来啊，真的有点事儿。你爸他生病了。什么？我爸的身体不一直都挺好的吗？怎么突然就生病了？严不严重呀？医生说挺严重的，你爸的病得需要动手术。这怎么会这么严重呀？还要做手术呀？是啊，我这次过来，想给你们借点钱，把你爸的手术给做了。借钱呀？那妈大概需要多少钱呀？哎，这手术费啊，需要10万块钱，我自己凑了5万，还差5万。嗯，还差5万呀？那这个事我哥知道吗？哎，他知道，我去找他了。 他说他没有钱，他让我自己想办法。你说说，我都这么大年龄了，我去哪想办法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找谁去借，我这不就想到你了。妈，这父母有病，我们做儿女的应该出钱，你在这等着。哎，月月，太麻烦你了。没事，妈。 妈，我这有500块钱，你先拿着给我爸看病。妈，这自从我嫁给石头以后，也都没上过班，这孩子还小，家里花钱的地方也多，这我们家的开销也都靠石头一个人挣钱。我这，闺女，妈知道，这500块钱也不少了，这剩下的钱妈自己再想办法。 妈，对不起啊，你看，这我爸生病了，我这做女儿的既出不了钱，也出不了力，孩子小，我也没办法去医院看我爸，这些钱你先拿着吧，妈。月月，妈能理解你，你也不要太难过，有妈呢，你就放心吧。月月，你放心吧，等你爸病好了，我出去打工，我挣到钱，会把这些钱还给你的。 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妈，你吃个饭再走吧。哎，不吃了，你爸还在医院里躺着呢，我去看你爸去。哦。石头，回来了。哦，是那个月月，这今天你妈是不是来了？刚才我回来的时候，在路上看到一个人，跟她非常像。啊。 是啊，我妈刚刚来过。你说说，你也真是的，这妈好不容易过来一趟，这天也挺冷的，你好歹让她在家里吃顿饭再回去啊。啊，我刘妈吃饭了，她说她有事儿就先走了。有事儿？什么事儿啊？那么着急？这刚来就要走？我爸生病了，在医院里面住着呢。这我妈今天过来就是来找我借钱的。什么？爸生病住院了？这么大的事儿。 妈怎么才告诉我们呀？对了，你借钱给咱妈没有？借是借了，不过我没借给她多少，就把家里面的500块钱给她了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月月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呀？这妈大老远的跑过来找咱们借钱，你就借给她500？石头，这我爸生病了，我心里也挺难受的，我也不想就拿500，可是。
可是什么呀？是不是你手里没有那么多钱呀？哎，你可以打电话告诉我呀。石头，这我们家的事，我真的不想太麻烦你。你看，自从咱们结婚以后，我一直都没有工作，这家里面的负担全部都在你一个人身上。我真的不想让你的压力这么大，我不想因为我爸我妈的事再麻烦你。什么你爸你妈？月月，咱们两个已经结婚了，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在你心里我还是外人不成？不是，石头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月月，我告诉你，咱们两个已经结婚了，我呢就是你的老公，你父母的女婿。你说我在外面这么辛辛苦苦的挣钱，为的是什么？不就是想让你在家里能过上好日子。现在你爸生病住院需要用钱，难道我这个做女婿的可以不管不问吗？哎，月月，这件事情啊就是怪你。其实自从咱们两个结完婚以后，我就一直想找个机会去感谢你的父母。你也知道，这当初呀，我就是一个穷小子，身无分文。咱们两个结婚的时候，你父母不仅没有反对，而且还没有向我们家要一分钱的彩礼。正是因为他们这个样子，才让我娶到了那么贤惠的老婆。现在咱们的日子过得也好了一些。月月，现在是他们二老需要咱们的时候，我这个女婿就应该义不容辞地顶上去。哎，咱们两个是夫妻，以后无论你家有什么困难，你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，不要再瞒着我了，知道没有？石头，我知道了。行了，多余的话咱们都别说了。你呢，在家里等着，趁着妈现在没有走远，我把钱给她送过去。哦，好。哎，妈，你说说，你也真是的，这刚来怎么就要走呀？石头，妈，这刚才月月把所有的事情已经告诉我了，我爸现在在医院里急需用钱，这张卡你拿着。石头，去。行了，妈，什么话都不用说了，我是你的女婿，这老话说得好，一个女婿半个儿，现在我爸在医院里躺着呢，我这个做儿子的拿点钱不是应该的吗？石头，你让我说什么好呢？这你爸生病了，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管，我还来麻烦你？哎呀，妈，你来找我怎么能算麻烦呢？其实我一直呀想找一个机会报答你们二老，这我当初呀就是一个穷小子，你们不嫌弃我，把月月嫁给了我，我才能有今天。妈，以后呀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难处您尽管张口。妈，你放心好了，这明天呢我就去公司跟领导请假，我呢带着月月一起去医院，到时候咱们一起照顾我爸。好，石头，我代表你爸谢谢你了。谢什么呀？妈，我说了，这咱们呀都是一家人。对对对，咱们呀都是一家人。石头，这外边挺冷的，你赶快回去吧。那行，妈，您路上慢点，明天啊我们就去医院看您。好，回去吧。哎，好。